啊！哇，这是彩蛋，兄弟们，这是彩蛋，它还会掉超多东西出来的。你看它的旁边有士兵，有没有看到？它真的还会掉很多装备，这是彩蛋模式，十年一见吧。欢迎来到花轮解说。男主角小帅昨夜被小北给绿了，真的假的？太惨了吧，好可悲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戴家。打完这把真的要关台了，我待会要去做深蹲跟伏地挺身，我要去锻炼我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等到五点钟看世界赛。我五点钟再开一台跟大家一起看吧，好不好？一定哦，一定。没事啦，自古有云啊，好人必定是那个什么，济人天，那个叫什么？济人平安是这样念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念那句话，济人天上好像是这样念吧，我记得是这样念的。吉人自有天相，哎，都一样的道理啦，懂就好了。没有三星戒，没有三法师，没有三碧波，我想哭。第一，看有观众叫我这一，有观众叫我是二杠一第一排耶。你们平常战棋看谁学的？谁教你们二杠一要第一排的？我直接把你们的师傅抓出来点。下个路口见，看着你的相片。问题来了，我们现在有三碧波跟三星戒，那怎么办呢？三星戒吧，感觉赚钱比较实在一点点。感谢零一二三。要低杆了，现在好狠的。观众们跟我们玩的战棋游戏感觉不是同一个游戏，已经在二杠一要低杆的这个地步，我只能说太狠了。这个先不上，因为我们要打三连败。如果这边上新阶应该赢了，打这一家应该不会赢吧。他有两星卡嘛，他很厉害的。感谢01233的点歌，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。三块钱大件，哇，这把猪吃局，兄弟们。如果打强的直接上装备，葛雷夫怎么那么想跟我打 Overwatch 啊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阿华这边偶尔搞一下彩色也可以啦。
其实你现在还有这个心情开玩笑，感觉也不是特别严重，对吧？你明天要去医院，你现在还跟我们说希望医生是个女的，证明你其实也没什么问题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，都还可以吧？死不了的，没事。不瞒观众说，其实我的屁股也有一些隐疾，很常会流血。没办法，有时候，嘿嘿，你懂的。靠腰哦，这能讲的？不能讲那么大声的，在干嘛？我咋知道啊？你又不跟我说你有什么毛病，你一出来就跟我们说你的屁股有隐疾，谁知道嘛？你私信我跟我说，我曾经也算半个医生，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下问题。我看你们是根本不懂。你们以为阿华以前读书在浪费时间了？我也是对一些医学还是挺有研究的。最后一搏，不行啊，有点，哎呀，没战力啊，选最后一搏。这么多水滴是怎样？想要哭死谁呀？全都是水滴，没事。我有这个重铸器，哈哈，你想不到吧？难道你是私家侦探？连这种事情你都知道，好可怕哟！难道你是私家侦探？腰带，哦，哇，护理械蓝 buff 换夜色原界，我的妈呀，杰出的一手！杰出的一手，选秀再拿一个葛雷夫啊！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！这个阿尼一直对我的后排造成巨量输出。你想不想从好朋友之间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？你干嘛？你他妈的这个男枪你也拿，你在干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呀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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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过载了，我插谁呀？哦，插一张杰利，对对对对，杰利杰利，插一张杰利鼠。低一下吧，都对子。哎，不对，避水，靠背啊！完蛋了，哎呦，我在干嘛？啊！我打完要休息了，我神志不清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我突然忘记我明天8点要去看医生，因为我最近怀疑我的智商有问题，我可能是个智障。我明天要去看医生，各位，希望你们可以关怀一下智障吧。也不是最近啦，可能一直以来，我从小长大到现在，我得滴个碧水。滴吧，黄金蛋土豪赌客，好运手套。我是个主播，我是实况主，我要对得起我自己。这个阵容我怎么撑十回合？第三个采集就是变态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十回合。可是我是个主播，和守护长给翻身，有用吗？别急啊，慢一点，别着急。你看，我们又赢两回合了，兄弟们。现在不是十回合，是八回合。我们距离开蛋蛋又那个了，多了一个苟活的机会。但其实要这样的，如果我们知道第三个是黄金蛋的话，第二个就应该选最后一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一定就是会多一回合给我们去苟。哎呀，我失误了，应该要选那个最后一波的。这一波要输，他两星赛粉，我打不赢。他应该是最强战力了，目前八个人里面最强的那一家，少扣点血都好，都还好。五只啊，44滴，七回合44滴，能吗？他也有黄金蛋，选黄金蛋的人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撞到脑袋呀？不可能选黄金蛋的呀。我这个质量应该不太需要在七等低，我这边低也低不到什么提升，只能上八了。我有44滴，这波输了还有30滴，希望这波能赢吧。这波能赢是我们最大的、最好的结局。哈哈，一心蓝枪想赢，赢个嘚儿。不要输那么多，都有机会啊！33滴啊，能不能让我赢啊？三星凯莎我赢不了，他好强哦这一家。我这波再输，我可能剩19滴或者是18滴，尽量让我留一到两波的容错吧。这样的话，我会有更好的结局。17张牌你能秒我？我把电脑给吃了。他还真可以秒我，输一只还可以，能接受。这凯莎怎么那么厉害呀？兄弟们，5回合我能不能开到这个蛋？就5回合。你们在场的7个人给我听着，这5回合你们打不死我，你们将会逐个被我点名。
些人是不是有点实力啊？我真打不过，我又输了。冠贤，能不能让我赢一把？冠贤，我要死了！冠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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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生出来了！冠贤 ，countdown。决定生死的一战，这颗弹能不能开，就看我的锁子哥的发挥了，兄弟们。锁子哥直接被秒杀，连卷都没卷出来。哇，这扒的这个定，没事，我也绑得很好。寒神戳进去，苏大芬还在输出。开弹了吗？弹开了！呜、哦，兄弟们要开弹了啊！我要生小孩了啊！神龙选秀没有吴京就拿正义全套，吴京吧，吴京吧，正义不用。强的男枪是不需要吸血的，因为强的男枪会带着沙拉芬的盾，然后直接三枪把对面后排给秒了。来，开弹，开弹，开弹！嗯。怎么感觉一般般呢？好像还好吧。我这边要补什么？区区三星凯莎想跟我金蛋哥单挑，我想笑。需要一张巴德，有巴德的话，我的质量将会是我的阵容的将会是大大提升。巴德奶妈都行，只要是五费卡都行了。能不能有第四个海克斯啊？像是并肩作战这一种。牙膏这个偷装备，我的评价是他巨想赢。区区翠玉赛粉想跟我金蛋哥有一战，可能吗？不可能 ，never。你在我面前就是 never lose， 不是我在你面前才是 never lose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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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呼！啊！哇，这是彩蛋，兄弟们，这是彩蛋，它还会掉超多东西出来的。你们等等，你看它的旁边有士兵，有没有看到？它真的还会掉很多装备，这是彩蛋模式，十年一件吧。其他人都是一样的。我之前有遇过一次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掉出来吗？掉了个圣杯，还多了两个人口，掉了两个七锁皇冠，十二个人口，我的妈呀！直接四龙根，这个棋子太牛逼了！我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我好像在打，好像在开外挂、欸。一枪秒了22滴，
人很多，我想一下，画面很乱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得思考一下我在哪里。李信偷两个棋子，团结力量大，四个棋子，吸好吸满。江湖人称三枪侠，这个彩蛋模式大概晚2000把才有一把吧，我们刚好遇到了。你们别急，水炮的最高级就是你们别急。我知道你们很急，但是你们先别急。龙恩吧，偷偷没用了啊？难道是因为牙膏这一把是非常想赢的，所以我决定奖励他。低吧低吧，不上了。哇，他转六龙啦！偷偷的转六龙，最豪华的水炮 VS 最强悍、最多人口的六龙。对不起，最后的赢家是我。这边再来个直径法医，照你啊！拿着啊！最后一波了，第一个两星解析没有，没关系，对位。哇，他好凶猛啊！看一下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吧，我不能接受我赢不了他，主要是他的亮六龙是两星，但是没装备，没装备在我面前就是装备没什么好结果的，直接被我买入。哇，这把太顶级了，兄弟们，这把太顶级了，这把是史上以来最顶级的一局。惊天地泣鬼神的豪华总统包厢进阶版的水炮，三个洗手皇冠，我有天花板吧，对，可以用天花板去形容。